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本期皇家评测，我是伊娃。本期我们要讲的呢是 Apple Watch 3和 Apple Watch 4。那作为三表姐和四表姐这两款新品呢，大家在选购的时候也会有一点点的疑惑，那是到底选最新款的 Apple Watch 4，还是选择便宜一点相对老款的 Apple Watch 3呢？所以本期呢，我们就从外观设计以及它们的功能变化上来对比一下这两款，你应该选哪一款？2014年苹果秋季新品发布会，初代 Apple Watch 发布并带来 Sport Edition 不同系列风格。在经历 Series 1、2、3、4年之后， Apple Watch Series 4终于迎来了工业设计外观上的更新。屏幕显示面积变得更大，同时整个表盘看起来更加圆润，虽然本质上还是方形。对比之前几代产品， Apple Watch Series 4的工业设计可以说是焕然一新，在增大显示面积的同时，体积进一步有所收缩，同时跟 iPhone XS Max 一样，刷新了自身产品线最大的显示屏记录。这是一款你从正面第一眼看上去就想换掉手腕上老款的产品。其实视觉上的圆润感有一部分是来自屏幕R角与机身圆角弧度的一致性，这点审美理念与 iPhone X 相同，所以说 Apple Watch Series 4是全面屏苹果手表也不无道理。中框是区分铝制与不锈钢版本的关键，厚度比前代产品更薄，同时在布局上有些变化，例如麦克风开孔移到了表盘右侧，扬声器条形开孔更加线性，看上去腔体空间更充分。官方宣称外放音量增大了 50%， 这下使用手表接听电话时就不用凑那么近了。带有触觉反馈的数码表冠经过重新设计，咯哒咯哒的震动感让我感觉是在转动一枚真正的机械手表。 Taptic Engine 依旧能够完美欺骗你，表冠上的螺纹覆盖整个侧面，蜂窝网络版亮眼的全红配色也改为低调许多的小红圈。这枚数码表冠可能是 Apple 打造的最为精密结构之一。背面的改变也非常明显，光学心率传感器圆孔从四个变为一个，同心圆样式在视觉上更和谐。再向外一圈是电极式的心率传感器的表背晶体电极，最外围陶瓷材质部分采用方形圆角设计，光泽度更好。除了颜值上的考量之外，陶瓷也有利于电磁波的通过以及增强天线信号。总之，仅仅是工业设计上的改变就足以让 Apple Watch Series 4具有足够的吸引力。很多人一直期待圆形表盘 Apple Watch 的出现，如今增大面积和 R 角显示屏用一种更符合 Apple 准则的方式完成了一次视觉观感上的自我进化。其实 Apple Watch 并不是一款过于强调性能的产品，功耗对于手表续航带来的影响更能影响佩戴体验。Series 4搭载苹果自研双核64位 S4 处理芯片，官方表示性能是 S3 的两倍，机身闪存容量统一 16GB， 对于手表存储需求来说绰绰有余。Apple 无线芯片从 W2 升级为 W3， 蓝牙版本也从 4.2 升级成 5.0， Wi-Fi 还是 2.4GHz 的单频段，蜂窝网络版支持 4G LTE 和 UMTS， 加速感应器从 16G Force 提升到了 32G Force， 陀螺仪也进行了相应优化，这是 Series 4能进行摔倒检测功能的硬件基础。屏幕面积的增大也带来显示参数上的变化，同时在表盘设计上 Apple 也力求不浪费每一粒像素，这点我们结合后面新表盘来具体讲一讲。屏幕材质在 OLED 基础上采用了一项名为 LTPO 的新型背板技术，翻译过来叫做低温多晶氧化物。目前小尺寸 OLED 背板主要采用的是 ITPS 或者 LJZO， 而 LTPO 结合两者的优点，可以降低生产成本以及电荷迁移的功耗，这也可能是 Apple Watch 保持续航水平的因素之一。官方数据表示，单次充电可以最长提供18个小时的使用时间。根据 FX 拆解发现，手表电池型号为 A2059 容量，1.113瓦，并且易于维修更换。我们把两代手表戴在同一手腕上进行对比续航测试，经过8个多小时使用 ，Series 3和4分别剩余70%和74%的电量。期间进行了两段大概1.5小时的户外步行体能训练，所以在正常运动的情况下，2天不充电问题不大。从硬件参数的进化趋势可以感到， Apple Watch Series 4越来越符合人们对于可穿戴设备的定义。这块手表不是屏幕更小的万上 iPhone， 它有自己专属的应用场景与性能功耗需求。我们前面说过，在增大显示面积的同时， Series 4也努力最大化利用表盘显示区域。 Infographic 新表盘就是最好的例子，你可以自定义8个显示区域功能，并且可以通过点击相应区域快速进入应用。实际上在播放音乐时，这块表盘还能多出一块功能区来。如果你想知道手表显示面积到底有多大，火与水、液态金属、烟雾这些动态表盘是比 Infograph 更适合的选择。动态介质会与表盘边缘产生撞击的效果。值得一提是，跟曾经的蝴蝶表盘一样，全部都是真实拍摄。
主动式健康检测方面， Apple Series 4支持心率预警、摔倒检测、 SOS 紧急联络、呼吸表盘等功能，新增了电极式的心率传感器，可以在30秒内测量一次心率，只需要把你的手指放在表冠的电极上即可，速度比表背的光学心率传感器更快一些。摔倒检测听起来像是开玩笑，但 Apple 却是很认真的在研发这项功能，通过冲击加速度判断用户是否摔倒，并对摔倒动作进行误报排除设定。摔倒检测的初衷是面向老年人，65岁以上用户默认开启，摔倒之后如果没有大碍，你可以选择忽略，如果一分钟内没有站起来，手表会拨打紧急电话，并向紧急联系人发送位置信息。作为运动健身的搭档角色， Apple Watch Series 4新增了体能项目自动识别，新增了瑜伽和徒步、步率配速提醒等功能。自动识别能够帮助你更好地记录体能训练时间，比如当你停下来的时候，手表会提醒你是否结束训练。另外 Series 4还能全方位追踪你的活动，并提供社交分享、挑战奖章等鼓励机制，力求天天圆满。而至于部分用户关心的 ECG 心电图功能已经通过 FDA 的认证，并将于年底开放给美国用户，但在中国使用还需要等待相关机构审批。这项功能会在健康 APP 中生成心率报告 PDF 文档，用以发送给相关医疗机构。可以看到，除了显示面积与硬件性能的进步，更有意义是主动检测健康方面的进化。心率预警、摔倒检测、紧急呼救，让 Apple Watch Series 4在运动健身教练的基础上兼备了医疗健康守护的角色。OK， 总而言之，表4和表3相比呢，可能是由内而外全方位的一个提升，但是价格呢也会相比于老款要更贵一些，目前二者差价有1000元左右，所以至于选择哪一款，大家只能是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以及大家的预算了。那我们个人推荐的话，还是当然推荐新款会更合适一些，毕竟它增加的不只是表盘显示面积，还有一些内在功能的体验。 OK， 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两款表是怎么看的呢？那平常你是否有佩戴智能手表的习惯呢？你现在佩戴的又是哪一款？也欢迎大家能够关注皇家评测的双微以及我的微博留言告诉我哦。好了，本期我们就聊到这里，下期不见不散。